大家好啊，现在是美国时间8月13号的凌晨4点53分，然后我现在起了，最近没更视频的原因也是因为最近嗓子发炎了，然后我也停训了一周了，然后你们也能看出来，我现在说话都是哑的。今儿呢是我生日，这最近晚上也睡不太好，就大概4、5点就起了，然后我说今天既然4点多起了，我查了一下费城日出时间是6点10分，那我想。不如今天去看一下费城日出。我刚上网查了哪儿看费城日出最好啊，结果就是上次我那耶鲁那个朋友来，我带他去那个码头那个地儿看日出最好。所以现在我就洗个澡，收拾一下，然后准备一下，就准备出发去看日出了。我刚洗完澡，现在收拾收拾就准备出发了。从我家骑车到那边大概是35分钟左右吧，然后去了那儿还得看一些地方，具体看看哪儿看日出比较好。不知道大家看的现在清不清楚啊？但现在我已经到这个地方，这个就是这个码头的最前端。看，这是我，嗨。然后这就是这座桥了，对面是新泽西。咱们一会儿就在这儿看日出。咱们现在到的有点早，现在是早晨的5点30多，应该。然后日出是6点10分，6点09，准确的说。咱们现在就坐这儿等吧。我刚才本来想说，如果去这个桥上面看日出会不会好一点？但是还来了这儿之后，发现这儿的景色还是无敌的。那边是费城的 downtown，远处的那个高楼，对面就是。Jersey 了，然后咱们现在已经搞到了 Front Row C， 现在就等着日出了，对不对？到时候我拿相机架着拍个延时，然后日出看完了，我准备上去，然后从把这个桥跨一遍，从这边一直到新泽西，再从新泽西再回来。这个桥这么看着真的长啊，这个桥还行，我之前骑过，不是灯怎么灭了？因为估计要日出了吧，就灭了。妈的，我来看个日出，结果今天多云，毛太阳都没看见。现在咱们去骑这个桥，我现在在河边推车呢，单指推车技术。咱们从前头桥的那个头上上一个桥，爬一下。今天这个云有点厚啊，毛都没看见。但你别说，这河边还是很美的。咱们现在去上桥了，开始上桥。给大家看一个全景，看这底下的铁轨，这桥是两层的，正在桥的快中心，给大家照一下。好久没骑，耐力不行了，有点。刚才看了一下，好像下坡最快速度是60公里小时吧，离70还差点。然后腿有点没劲了。之前老子老蹬车的时候，蹬70公里小时还是可能的。唉，练练举练的，还耐力有点差。行了，咱们现在再重新上坡，然后就回家吃早饭了。这就当我有氧了。太他妈累了，谁能想到骑自行车下坡比上坡累？关键我现在尿还很急，你知道吗？我没地儿上厕所，只能憋回家。但今天云还这么多，本来是来看太阳的。But anyways， 咱们看到了天空由深变浅的过程，对不对？我现在就在新泽西了啊，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就在新泽西了，已经不在滨州了。然后咱们现在再顺着这个桥回去，回到咱们的滨州。我。Oh yeah, it was you. Yeah, yeah, man. I just went for a bike ride. How are you? Have you been working out? Oh, all right, man.
哎呀，你听没 ？What a small world！ 刚刚遇见了我之前前两天去跟我朋友吃 barbecue 的一个 Uber 司机，然后他看我比较壮，然后他问我关于健身的事儿，他问了我好多关于什么深蹲、硬拉的一些动作基础什么的，然后我跟他讲，刚才我回来的时候他认出我来了，问我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两句。世界真的小 ，The world's pretty small。我现在回家了，准备洗个澡，然后做早饭吃。早饭的话，估计还是炒蛋吧。现在呢，咱们来炒个蛋，做个早饭。刚洗完澡，现在来洗个锅。戴耳机是因为我突然很想听音乐，但又不想吵醒我的室友。其实我平时是一个非常喜欢听音乐的。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就这个灶台不干净我就很难受，心里知道吧，就心里特别难受，所以灶台必须很干净，必须干净的一批。 Got my baby spinach and egg whites. Got my medium brown eggs and of course orange juice. 我一般都吃酒，所以我这儿就直接点就行，就是这么方便。搜一下 egg white， 刚才咱们算的是 338， 然后这就是我今天的早饭了。我早饭724卡 ，36 fat。然后因为 leafy green 的话是不用计算卡路里的，就基本 it's like no carbs， like 20。炒蛋很简单，我基本就放 garlic pepper， 还有salt， 盐我只基本就放一点。行，蛋基本就炒好了。大家一定要多吃 spinach， spinach 里 potassium， potassium 对你的身体特别好。我最近也是因为就感觉似感冒非感冒，似发烧非发烧那种身体状态，所以就喝一杯橙汁吧。这就是我的早饭了。然后吃饭的时候呢，我一般会看一下视频，就是 either 是 Strongman 或者 Powerlifting 的视频吧。我最近看的两个 YouTuber 只有这个 Martin Sleesis 跟那个 Russ Wall。 Martin Sleesis 是今年的 World Strongest Man， Russ Wall 的话就是今年 IPF 的83公斤级的 Champ。 我一般就看这两个 Channel。 行了，那我就看视频了。哇，这正好是他的冠军奖杯啊，大家看一下，世界大力士的冠军奖杯长这个样子。 Holy moly dude。Damn, that must feel so good. All right, guys, 我就继续看视频吃饭了。Peace out.好，现在呢我们去吃所谓的这个 B day dinner， 然后来到这儿发现有野球场，我们准备去观摩。但我这嗓子确实今天不太好，举着相机的这个 B 送了我这件衣服，然后把我大名印在 T 恤前头了。谁穿的印自己大名的衣服，我一会儿去餐厅给你们大家看一眼。现在咱们先去观摩一下美国野球场。这他妈不是篮球啊，白来了。我找了一家店，然后他觉得不满意，因为他比较事儿，他就非说要来他选的这家。他觉得我选的那家有问题，他们就来他选的这家。你为什么选这家啊？好吃。我选那家就不行呗，因为太近了，不开远点吃没有意思。就我今天其实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因为这嗓子太痛，发炎发了好几天了，这就是最近没更视频的原因。刚才我们俩点菜，然后我们俩点了五个人的量，服务员都惊了。我们点到第三个的时候，服务员还点啊？再给你看一下他给我买的衣服。我虽然没人改。我觉得非常感谢的，但我感觉把自己名字穿出去实在有点傻逼。不傻逼，我这个有名字还有个花儿，所以他这儿我的名字，然后还有个花儿。Damn dude, who is he? Most successful person of all time, dude. 行，现在就等着上菜了。这个既有虾的爽滑，然后里头一种不知道什么莫名的酱，有点辣的感觉，对吧？再加上这种不知道什么名字的绿叶蔬菜的清香。这是什么香椿什么的吗？我根本不懂。但就这绿菜一窍不通，我也不懂。往历来过生日都没超过三个人过，就没有这个。算上我自己都没超过过三个人。感慨之前的生日，就那么的温馨。你们俩过的？我们一般吃那个火锅的时候只点肉，第二页菜一个都没点。但是我们俩吃饭就基本没碰过菜。你给一点来。香吗？寿星菜有点多。你说舌头越长的人活得越久，舌头长吗？比我长。我没有，我
舌头不是尖的，我舌头是圆的。我一小学同学舌头能舔鼻子，鼻尖差太远，我也不行。我离下巴差多少？离下巴特别近，你基本上到底上了，你本来下巴就长，但已经到底上了，真恶心。啊，这次只吃了。只吃了200刀可还行啊，下次再接再厉。下次这个他周六他过生日，就这次虽然是我付钱，但是无所谓。这时候我颠了。对，是这周六的时候我就不用出钱了。我上次又起床了。什么时候啊？烤肉的时候啊。真的 fuck up， 那就是我没帮你烤肉。哎呦，这人真孙子！能挪谁也不能挪的呀？啊，你是不是傻呀？白球，妈的！Happy birthday, my fellow Leo. My birthday's on Friday. Oh, same. My birthday's on Friday. To you. August 16th. Yes.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Birthday to you. Make a wish. Yay! Wish for more food. Yeah.